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七场四班千四米的赛事准备好了。一开闸的时候，电信太子等等慢了，前面快的马看到中间乐融融，最初就绽放美丽，内栏就是欢华来的。在出面第四位还看到有这只桃花心，中间加州千金，再后面绿色衫还有常妙星，在出面电信特首，内栏位置就是胜利就手红衫，中间粉红衫路路发。后面的马匹再看到电信太子天狼星，暂时包尾的只就是比你高来的。好了，开始转这个香港托院湾，乐融融带头绽放美丽第二位，第三位呢跟着乐融融就是这只欢华的，再后面的马还有加州千金黄衫，内栏还看到胜利就手，再后面粉红衫内栏白鼻箍就是路路发，在他出面还有这只桃花心，再有多少先看到内栏电信太子，中间常妙星，出面电信特首，在后面两只比你高和天狼星，入正最后直路，前面透出有乐融融的，那埋变欢华够不够位上的，中间还有这只就绽放美丽追紧的，再在出面上紧来的马还有路路发，后多少先看到桃花心在出面上紧的，兜兜你最后百零米了，乐融融占先，欢华终于都赚到出来追紧他的了，再后面的马还见到内栏有比你高，最后五十米了，欢华已经是脱颖而出赢紧这场赛事，乐融融跑第二，比你高第三，那么第四名呢，那么在出面追回上来桃花心，那么结果这场赛事这只欢华那么成功跟一跟人家跑，那么结果呢就是最后百几米那么骑了出来，乐融融第二，比你高第三，桃花心第四。欢华终于都赢了，热热地都好啊，真系中两点四倍，但系卡住咗只乐融融喺度。呢只真系，嗰只比你高都已经话啊，个试闸都唔走得佢噶啦，但系都冇计，追上嚟都得个第三、第四名啊！桃花心呢只真系冇得讲，冇啦，中间啊卡住，其实又唔系话特别冷嘅啫，乐融融啊喺度十五倍。看看一档起步的欢华啦，咁保出了乐融融在佢二档啦，咁初头都谂啊，会唔会两只马斗笑都惊？当然不会啦，但系真系唔好做啲咁傻嘢啦，系啦。啊，呢啲啊，估得到嘅，系。你如果即系我好惊啫，即系你投注嘅，唔系你摆喺阿大摩嗰个立场，你就知道噶啦。咁你当然你会吩咐个骑师啊，佢就跑过嘅。嗱，如果嗰只放头嘅，你咪俾佢走先咯。系啦，即系唔好同人哋斗笑佢啫。啊，哇，嗰只加州千金真系暖水道啊，完全搞唔掂啊！阵上面都。桃花心就一开变三打望空啦，咁一路都望空望望下望下望到啲马都唔多啦，跟住路路发摄埋佢个位，然之后掉埋佢出去添。哇！嗰只啡格嗰只绽放美丽啊，沿途咪拍住嗰只五号马咯，欢华带翻嚟又系冇啊。其实都见底啊，按你呢只。跟住嗰只十二号又啡格电信太子。即系大家嗰个拣马嗰个角度嗰个标准咧，投注都唔同嘅，佢哋有佢哋个 point 系嘛？电信太子起步都已经系大。即係好差得好遠啊！嗱，咁我哋睇下只比你高啊！嗱，而家咧就跟住啲歡華啊，阿安國倫已經打兩邊噶啦，留心啊！睇下佢可以再打幾多邊啊？三邊，唔係話真係逼得太緊要，因為可能佢覺得已經三好遠，三邊跑啊第三，咁啊好過一般。